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局。这个安行计划，无论是从营销手段还是主要技术，都跟我们的凌霄计划如出一辙。凌霄计划那边有什么动向？大部分的投资商都已经开始撤资了。召开紧急会议，启动一级预警方案。他已经下了一步险棋了，就看接下来的成效能不能达到预期。截止昨天到今天，我们已经亏损了2亿。属于我的，我会一天打回来。那你得加快速度了，否则接下来的一切你不一定能承受得起。奉陪到底啊。